大家好，我是光彦宝贝儿。今天呢，让我们和哆啦 A 梦、马里奥红书，我们一起做一个小游戏。这个小游戏的名字就是水果切切切。下面我们开始一起切水果吧。我先把菜板拿来，你需要一个菜板。先切一个大葡萄，这是一个上面有很多水果蔬菜的，还有沙拉。这是那个什么呢？这是披萨。是一个大大的虾仁儿。
最后一个是胡萝卜。好了，今天这个游戏就做完了。我们是光源宝贝儿，喜欢我们的请订阅我们。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